家好，欢迎嚟到桌游讲玩桌游嘅时间啦！大家好，我系 K， 我系大家节目主持人阿金，我系 Anna， 我系得把声 K 叉。哇，今日咧，终于咧就可以尝试到同VL 大师嘅作品啦，即系临到2022年尾啊，先到货嘅 Weather Machine 啦。咁我轻轻讲下只 game 嘅点玩點玩先啦，簡介啦。如果介紹咗成條片成個鐘噶啦，好咁樣其實咧就講咧有個科學家啦，就咧想研究個 Weather Machine 咧，去解決咗地球有五個惡劣天氣問題嘅。咁我哋咧係作為佢個助手嘅話咧，就要從中係同政府合作啦，或者同啲去啲供應商攞啲料啦，去做實驗啦，或者咧去做即係嗰個 Weather Machine 去解決天氣嘅。咁其實遊戲嗰陣時咧係一個 Worker Placement 嚟嘅叫做，咁大家就每彎咧就喐自己 Worker 咧去。地圖上四個區域去做嘢啦，咁譬如去攞料區啦，咁啊去呢個加弗文嗰度咧，係幫加弗文做啲 project 咧，就輕輕減少呢個惡劣天氣啦，或者中間嗰陣時咧，去擺機械啦，去到 turn 尾去完成呢啲實驗再跑分啦，又或者咧嚟到呢度放啲機械咧，去再 run 順呢個weather machine 直接去解決呢、這個嗰、那個惡劣天氣啦。咁啊，大概就咁玩啦，有冇補充啊？我都真係再講多啲都唔知點樣收貨。係啊，我覺得佢其實都喺個 film 都有盡過啲心思嘅，即係佢就話咧，哦，我哋研究啲實驗咧，去解決惡劣天氣嘅同時咧，又會令到佢製造另一啲嘅極端天氣喺度喎。咁我哋然後咧又要再諗辦法咧去 fix 咗嗰啲惡劣天氣佢啊咁樣。咁佢就因此咧而得出呢一個咁樣嘅機制啦，就係呢一邊做完咗嗰個 mission 之後咧。又會令到呢邊加多了嗰、那個新的 mission 出嚟咁樣嘅。係咯，咁其實除咗呢塊 main board 之後，其實我哋本身個 player board 咧都會發生好多事嘅。咁譬如我哋呢度咧有嗰啲機械人要跳出去啦，其實機械人都是一個好重要的一種叫 resources 啦，要企出去咧去幫手自己做嘢啦。咁另外咧呢度咧有炸咧叫寫書嘅位啦，咁係要做完出邊嘅嘢，鬥搶拎副本書咧去做一行咧就可以出書。咁樣呢的到呢個叫 breakthrough 嘅 tokens 咧，就喺幫助咧係可以解決呢個惡劣天氣啦。咁另外咧最右手邊有個叫 workshop。這個 workshop 是另一個叫輕輕叫 puzzle 的 how placement， 就放這些倉，這些倉是用來放這些零件啊，或者呢啲機械人咧係放落去嘅，同埋咧每個倉咧上下有啲顏色啦，咁啊要拍啱顏色嘅話咧，先至咧可以儲到啲對應顏色嘅料咁樣放落去咁樣嘅。咁啊，約略每個位都介紹完啦。咁玩過嘅朋友有咩感想咧？其實真係好咁啊，我講先啦。咁我覺得呢個遊戲咧就喺玩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好多嘅 icon 咧都輔助咗個遊戲啦。見到佢一如VL 大師嗰啲設計咧，佢都會寫得好清楚每個地區用 icon 嚟到表示係要做啲乜嘢啦。咁而且今次咧，佢仲每個人咧都有一張一封本咁樣嘅 player aid 嘅，咁啊裡面咧就解釋曬基本流程啊，每一個圖示啊係解釋啲乜嘢咁樣，每個人都有一本。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嘅，其實我都好唔中意咧啲icon 寫曬說明書，然後但係得一本，大家又傳嚟傳去咁樣。咁佢今次就好細心咁寫清楚曬啦。咁啊個遊戲雖然教的時間會比較長，故事比較多，但是聽完之後玩樂的時候呢都沒有那麼多話要去再解釋 rules 的。好，咁啊，你講補充翻你講 icon 嗰樣嘢啦。其實除咗呢本書之外，其實咧，阿 VL 大師一同英思創合作咧，佢大部分嘅 icon 咧都列曬喺個地圖上，嗰、那個 map 上面。基本上你望翻咧都會叫睇得清楚嘅。咁啊，咁 icon 唔贊啦，我講翻佢個機制啦。咁其實咧嚟玩落咧會似少少佢以前所有出名嘅作品嘅一個混合體嚟嘅。咁譬如呢度啦，佢呢度有四個區域啦。咁其實咧佢四個區域每個區域上面都有兩個 action 嘅，咁呢個就會似之前佢嗰個 Garry's 咁樣啦，每個位都有兩個 action 俾二間去做啦。咁另外咧有個博士啦，個好似阿 Latif Professor Latif 啦，就會咧係不斷咁巡視業務嘅。咁佢又唔係好似阿 Sandra 咁 harsh 嘅，係佢巡視你，佢反而係企喺個位咧，係令你拎多啲材料去幫你做。但係咧依然有個叫做 NPC 人咧喺個圖板上面咧係不停走嚟走去啦。咁另外咧有似佢嘅位咧就係佢呢啲 end game token 啦，都係似佢嗰啲之前玩開 game 有 end game 高 token， 但係幾廿萬個咁樣同你一齊揀啦。另外咧，佢嗰個資源嗰個換算咧，其實有少少似 on mask 嘅，跟 on mask 咧之前係咩水生木生火咁樣 kick 卡嘅嘢啦。咁呢度咧都似嘅，咁佢咧呢度分咗有加分
Document 呢個位啦，跟住有一個叫 Lab 啦，同埋 R&D 啦。咁呢度啲資源咧係一企落去會拎到資源咧，係令到你下個位咧就可以有得用嗰只叫 Voucher 啦。咁其實咧呢、這個 Game 主要驅動咧係用佢啲 Voucher 嘅。咁佢每個位都有要使唔同嘅 Voucher 嘅。咁其實咧似嗰個 Master 資源啊，呢嚿嘢咧就要對上嗰個 Action 生產資源去幫佢呢個資源咁樣。咁變相咧玩流水線喺度係啦，咁玩落去咧就會知道啊呢、這個 VR 大師。嗰啲嘢咁樣咯，咁啊會你中意 VR 大師咧，就會感受到佢種味道嘅。咁我自己都好同意阿金所講啦。咁你玩呢只 game 咧，基本上就係一隻都非常之有新意嘅一隻遊戲啦。即係佢用咗一個 Weather Machine 一個未來比較創新嘅題材啦，而且佢係將 VR 大師以前用過一啲好出名嘅一啲機制，就大集會咁炒埋一碟咁樣擺出嚟咧。成件事炒埋出嚟之後咧，係好有新意嘅。咁但係咧就炒埋出嚟之後咧，你又會感受得到係唔係 VL 大師嘅嗰種味道喎、哦？係啦，成件事係好奇怪啦。點解咁奇怪咧？就係佢個 worker placement 位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都幾失敗嘅。因為首先佢三人 game 基本上我覺得都玩唔到噶啦，就算係四人 game 咧，都甚少情況係可以做到用 worker placement。嚟去卡對手嗰件事咯，係完全冇咗嗰個卡嘅味道嘅成件事，係啦，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比較唔 OK 嘅位置咯，即係佢係一個 VL 大師嘅出品，但係又好唔 VL 大師嘅東西咯。嗯，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即係 game 其實開頭咧，即係對於呢、這個即係用 Weather Machine 呢、這個即係叫奇幻嘅主題咧，咁我自己開頭咧都會期待究竟會唔會阿 Vero 大師喺裏邊會試啲咩新嘅 mechanic 啦。咁我覺得呢啲遊戲咧，俾我最大嘅感覺咧，就係我感受唔到特別咯。即係除咗個主題之外，我感受唔到佢喺機制上高有啲乜嘢嘅即係特點係令到我留下一個深刻嘅印象咯。即係譬如我玩卡班，我會記得Sandra， 我會譬如我玩呢、這個On Mars， 我會記得嗰、那個火箭升空跳去咁。你話呢個 game， 你問我記得機械人，但係機械人我又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worker 啦。Yeah, 你話係咯係咯，齒輪嗰啲又係 resources， 即係你 even 就算講到話，佢嗰、那個天氣嘅環環相扣，即係譬如你做完個 weather machine， 跟住會令到某一種 weather 會特別差咗嘅，即係呢啲咁樣嘅位置，我唔覺得佢會令到我留下印象嘅遊戲機制咯。甚至我自己覺得基本上佢呢一扎嘅機制，呢一個玩法，佢基本上唔套 weather machine 落去，佢換咗個皮落去咧，都可以直接出一隻 game。係啊，我好同意啊！即係本身我聽到 weather machine， 我都期望啊，會唔會佢出咗啲天災之後咧，會有個 global 嘅 effect， 會令到每個人都 affect 到啲嘢咧，係冇嘅。純粹係出面嗰張單咧就會轉咗咁樣，有張圖咁樣咯，好似差咗咯，越嚟越差咯，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啊，同埋咧我都同意佢嗰個 worker 頭先Arnold 又提到唔卡啦。咁佢裡面有個professor 好深刻，好似想借翻佢之前及班嘅嗰個 Sandra 嘅設計，但係咧完全唔係嗰回事啦，因為佢個影響力好細啦。咁因為佢唔卡，佢卡多一個位其實冇乜所謂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有。少少失敗嘅，咁佢仲要係講緊越少人玩咧，佢唔會話封翻啲窿喎，即係啲 worker 位都係咁多嘅喎。咁我哋頭先四人玩都覺得唔卡，你可以想象到三個人玩會係發生咩事啦。咁而且咧嗰、那個機制上咧，我都覺得係比較太過流水線啦，即係你好明顯就係你 A 將資源 B 做嘢。係咪？跟住你 C 基本上去到後屘先 endgame 先做，係咁成個鋪排已經太過明顯啦，即係我唔會話好容易走到去第二樣嘢。我覺得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其實根本個 work 嗰個 action 係冇得選擇咁滯。你見到佢得三種，咁佢每一種雖然係有 A、B， 但個 B 次次都開唔到嘅。即係因為你基本上你係需要係呢，尤其是呢邊兩個啦，你係要做到某啲嘢咧，做到啲好難做嘅嘢咧，你先可以做到個 B。咁你基本上咧，全部都係揀 A 得三個 option 可以揀啫。然後每一個A option 咧，都要消耗你嘅機械人，而機械人係比較難去
產生呢件事。咁成隻 game 你就係係咁生機器人 AAA 生機器人 AAA 臨完 game 嘅時候 BBB 咁樣。咁你冇乜走賺位噶啦，已經係啦。咁就會變咗係一個係啦，太過明顯個流程太明顯嘅。我覺得係阿 VL 大師出呢隻 game 嗰陣時係覺得匆匆咧，就係未即係設計得好 detail， 發覺去到中途，唉，都設計咗一本局出嘅遊戲嚟嘅。點解會咁講咧？就好似嚟先阿 K 所講啦，根本就個全部都係 AAAA BBBB 咁樣咯。咁另外咧，嗰啲細位啊，即係譬如 say 呢本黑色書咧，頭先我講贊咗好多 icon 好清楚啦。呢本黑色書係要睇 rules 先知道點樣用。咁呢本黑色書都唔詳細講，自己領略下啦。咁你玩到發覺點解個 bot 冇個位講本黑色書點嚟㗎咁樣？咁另外咧嗰、那個workshop 位攞咧。個版圖咧又印咗四個位，但係咧你要另外喺版圖出邊咧開多個位，要令到有五個位。咁 purpose 係做咩咧？點解要咁做咧？咁完全係拗爆頭咁樣，即係呢啲細位就見得出佢呢個 game 未去到真係磨得最靚嘅情況之下已經出咗咁樣咯。咁其實我都想再補充一下啦，就係、是、其實VL 大師咧配音師廠再配E 人咧呢個畫師呢、這個 artist 嘅配搭咧，其實都出咗好多好靚好精美嘅 game。但係今次佢呢個主題再配E 人嘅畫工，成個 artwork 嘅設計係我完全唔收貨咯。再加埋佢嗰啲齒輪嘅顏色，嗰啲嘅種類係會令人好 confuse， 究竟我應該拎邊一隻顏色嘅齒輪去做嗰一件事呢？即係我完全冇 expect 過係會發生件咁嘅事咯。即係我係試過拎錯咗隻睇錯咗隻顏色嘅齒輪，我以為係嗰隻齒輪咯，直情係啊，係會發生呢個咁嘅問題咯。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不能接受啊，即係。咁你問我嘅，我反而覺得即係你頭先講咗，譬如好多硬件啊，或者個遊戲設計啊等等嘅東西，我反而我覺得就係、是、因為還原基本部啦。即係其實我哋中意玩 VR 大師嘅遊戲，其實好多時就係講緊佢會揀咗一啲主題啦，跟住咧就嘗試去模擬嗰個主題做一樣嘢。咁我都知道嘅，咁 Weather Machine 你又冇一個實際嘅東西，你冇得去跟。咁但係正正就係冇得跟。個冇得跟呢一樣嘢，其實先至俾到一個叫做創意嘅空間咯。但我就感受唔到咯，發揮都唔好。係啦，發揮都唔好。即係我覺得佢禁制嗰樣嘢，其實你頭先都有講啦，即係你換其他題材都可以做得到嘅效果。而更加重要就係，其實你有呢個咁樣嘅主題，你可以試好多嘢，譬如機械人，你可以諗到一啲更加多。即係我哋。都見過好多啊！即係譬如啲機械人可以高臨咁樣，係啦，即係可以自動行或者係疊起佢等等，即係好多嘢可以做佢冇做咯。咁擺落去咁 ，AR control 咁樣係咯，即係完全整啲 effect 出嚟話哦，有好大雨，所以呢個區咧就要多啲 resource 啊，或者係你做啲乜嘢會難啲啊咁樣。咁少少 effect 咁出嚟都冇咁樣。簡而言之就係佢係一隻其實玩落好即係好簡單好流水線嘅一隻 game， 但係佢就每個 action 都好多好瑣碎嘅污屎，係令到你覺得好似好複雜咁樣咯。好啊，咁我諗都要夠皮啦，因為其實VR 大師其遲下都仲有兩隻 game 話都出啦，咁希望佢嗰度有再多啲時間去諗，睇下會唔會再令到大家喜出望外啦咁樣。咁有冇話咩推介俾咩人玩？我會覺得佢其實呢個遊戲係嗰、那個深度都有喺度，雖然我哋頭先講話。那個流程比較平白啦，即係好明顯都係 A 跟住 B 啦。咁但係嗰、那個中間 A、B 嗰啲資源嘅分配啊，你或者嗰、那個做嘅順序咧，都係都比較重嘅，即係要諗落去嘅時候，你都要推敲之後好多步，你先會做到。咁所以都係會係重 game 埋向嘅一個遊戲咯。咁但係我咧就會咧就建議咧，如果你係 VL 大師嘅 fans 嘅話咧，我勸咧最多玩兩次就好啦。一次是學 game， 一次是學完再玩多次 game 就好了，期待他的新作 OK 了。我建議你是儲開 VL 大師加 E 人的這個組合的 game 呢，那是絕對值得入的，那你可以儲到一 set 回來的。做下 William， 做下 William 啊。沒錯。即是變成 collector game 這樣。是啦。那好啦，這集就來到這裡啦，那我們就下集再見。拜拜。拜拜。多謝大家的支持。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記得 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的。
特別多謝所有 Patreon 嘅會員，好開心一齊可以同你喺 Discord 裏邊傾 game 揀新節目。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加入我哋噶。我哋下集再見啦 ，Thank you， 拜拜。